大家好，我是杰。我买了现代很有质量厚厚的书，江志远厚厚很多中文，我可以用中文当圣旨。今天我忘使用这个，一随机打开词典，选择左上角的单词，上左两字 twice， 有两个单词做一个句子，开始吧。Open random。先吃南广 what？真粗 is here， 电丁龟丁龟座椅丁龟，我造一个句子，很难啊！我喜欢南广和电龟，很不错。选择 is 相表，选择 is 赫人，好难啊，赫人的相表 ，a wonderful table。What card game？ When I play card game， I use 赫人的相表。What？我学习中文，我使用这个，我明天练习中文，我加油，再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击收藏关注。拜拜。